抢先带您来关心新闻焦点。总统蔡英文上任首次死刑，法务部长蔡清祥强调，经过最审慎严格的审核。美中贸易战，川普最快下周对2000亿中国商品加征关税，众多消费品也列入清单。国民党前发言人杨伟忠为救爱女溺毙，政坛有人哀悼，分感不舍。半导体暨 IC60 大师论坛下周三登场，由张忠谋担任主讲，新唐人全程为您直播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